我刚把相机打开，你去点吧，在那。哦，我就说你，你说你们，我就说搭乘这个天。对。我们现在在 Covent Garden 附近一个叫做 Farm Stand 的地方吃饭，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点的是牛肉沙拉，然后 side 是一个 pumpkin， 就是这个是南瓜，这个是 sweet potato， 就是红薯菇。你点了什么？我点鲑鱼，然后这是青酱马铃薯，他说 pesto garlic 跟 potato。啊、嗯，然后那个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哎、欸，我的还蛮好吃的，你要尝一下吗？我打算它牛肉是有孜然的那种。阿格里，对。不是我说阿格里，为什么要对着我？再摆正一点好了。还是打黄，还是看的比较打拳，这样看比较大气。太过分了。是 tuna 吗？不是，是 salmon。salmon。你怎么会说这是 tuna？ 我分不清。而且我两个月前拍的影片到现在没有剪出来，好夸张！中国人现在有两个人，可是有三个人在讲话。对对对，破外音，你这边可以配白，配旁白，而且这边还会有手伸过来夹菜，这样突然有堆。I'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 P1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 Really point to just to hurt you. All red lamp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on lease to.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 Main bitch out of your league to. Side bitch out of your league to. 那我们两个去欧洲嘛，然后我们一起吃了十几天，我觉得我们俩吃的也差不多。而且你还不喝酒哎，烧热又超浓。对啊，而且他不喝酒，然后餐厅送的酒全部给我，我一个人要喝两人份，你知道吗？然后或者是我们出去点了个饮料，然后里面刚好有酒，就是我一个人全部喝完。我们叫冰淇淋，叫雪糕。我们叫，我们都叫两样，对，都叫冰棒叫冰棒，冰棒叫雪糕，会叫冰棒也叫冰棒，冰棍儿冰棒，北方叫冰棍儿吧？冰棍儿。你们有看过Sam的女朋友吗？我没见过。他说跟Sam就是女版的Sam。这还有小河呢，很酷呢。地会闪的，可以干嘛？你果然是广东人。哇，这个头好痛，头好像海豚的头的感觉。他们在接吻吗？没有 ，kiss， 好漂亮 ，kiss。啊，在看我 ，hello。很丢脸，干嘛跟鱼讲话不可以吗？啊，我好喜欢大鱼哦，感觉大鱼好像就是日本面那种，对对，感觉特别像会做成抱枕的那种。啊啊，我喜欢鬼，这个是老鳖吧？这应该是老鳖吧？广东人真吃货属性，他过来真是连，真的是他吗？是他哦，可能这两个是连着的。你看他那个呆样，哇，这蓝色的好漂亮，这个很漂亮，像荧光的一样。哦，还有黑色，还有黑色的。这个箱子里面的鱼都奇形怪状，我觉得它好像那种纸片一样的感觉。对，好薄、啊，就是2D 的，不是3D。你看这个，长得好像三，这个超可怕。咦、嗯，这是鳗鱼。可是你看他的眼睛就是一个白色，然后一个黑点，像大蛇。我觉得这个长得很像三毛。
好像万中好，它游得好慢啊，这个。你看后面那个，好像鲨鱼哦。鲤鱼吧，这是鲤鱼吧？那个。哇哦，你看这个，哇。你看后面这个好像小鲨鱼的感觉，因为它有须。Oh my god， 他在看我，他看到我了、就是、啊！他在看我、哎，你看他的嘴 ，Oh my god， 他的嘴巴！天啊，他们在亲吻彼此的肌肤吗？好恶心！真的就是笑掉了，啊，可以是。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景，它没有鳍，它没有。它下面还有，就那个。哦，那个鳐鱼吗？那个是鳐鱼吗 ？Stingray。天，我好喜欢那种趴在地上的那个。哦，漂亮啊 ！Couple， 你看那眼睛。啊。就是那个他是什么都不是说。那里想见，快想看到你，拿台。这个感觉在灶台里。设计，我也在想。这个时候在灶台里啊。也太可怜了吧！他要是知道自己生活在这种地方，应该会。好大，而且它漂亮，它头在晃，抖一抖。对对对，它像鹤一样，眼睛网速很多。Oh my god！ 没有，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它，然后就突然就发现。我觉得想象的要小。我觉得蛇真的好隐蔽啊，就它、你就完全不会想到要看到它。而且它应该刚吃饱。它肚子还很大。别呀，它是越南人。我觉得越南人。天哪、你看它那里其实是它的鼻子，不是它的尾巴，那尖尖的。哦，就是那种大狮子的感觉。它嘴巴是蓝色的。好丑，而且你看他头发也在洗，你看这个也在吃，这个也在吃。Oh my god！ 好淡定，好想被他吐一口口水。这不是羊驼，你在想什么？啊，超可爱！他们好悠闲啊，感觉超级悠闲。我们偷窥别人踢足球啊，不是，是橄榄球还是足球？啊、这上面不像有东西、看一看那个超超的样子哦，上面是逻辑公园。
chilling 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踩着高跷是吗？这都是训练自己。嗯。这是出其不意，突然站在后面好吓人。对，好吓人。而且他们的那个 costume 就感觉很逼真。对啊，我们这没时间了。真的好大呀，这些。它翅膀上面好像一个眼睛，但是为什么比我想象中的要少很多？啊，哇，两只蝴蝶唱起来。都在交配了，它会不会动交配？我觉得有一个爱情线，还有第三者在旁边。换人，换人。只有他一个人。我看了看，我好想买一条鱼来。刚刚那儿有，你怎么不买？只有一个吗？其他应该回去睡觉去了，是吧？但是外面挺凉快的呀，来外面睡呗。他们在拥抱 ，Oh my god！ 他还在到处看，看就是看手，哦，太热。你看远处那个嚼嚼东西那个嘴下巴的臭味。来了，这位看手。这个长得像一条马，这个快，它好快，它顺时针的，你反过来，下车，它是一二三，这个也开始了，它这个发型好酷，对，还有剪了个刘海的。其他人都没有，只有他有。感觉他一脸郁闷的样子，他腿好短呀，那个小哥有点像阿飞。
Yeah, I want to get there. I want to touch the wood.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他们好好眼睛好困的样子，睁都睁不开。我烦好烦，什么时候这些人才走？对，不可以这样子，很可爱。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哎，这毛真的好好。对，养的。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of lo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嚼不动了，嚼不动了。站着不累哈，知道吗？骆驼、骆驼站着吗？嗯，骆驼跟马都是。我这边看见了。这是出口吗？我觉得我们怎么绕应该也都能绕出去吧。不过他们都是往反方向来的耶。对，看不清，他那个网子太密了，面朝那边，看不到后面。不想见我们脸长那样，全部人都。感觉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吃的东西这里。那个桥有得必有失，没办法，这就是人生。逛完动物园了，然后准备回家，我准备坐公交回家，回去慰问一下 Tiffany。 我刚刚没有在视频里面解释，就是 Tiffany 跟我们一起走到门口，然后当时跟他讲让他去买票。哦，蒂芙尼是谁？蒂芙尼就是他们知道蒂芙尼是应该知道啊，如果你们不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确定是走这儿吗？这一个人都没有。哎，等我轻轻的再搜一下，是不是走过了咱们？嗯，哎，是的，回头。果然不靠谱。我就说让蒂芙尼提前在网上买票，他就死都不买。他说不，我要到那儿了以后直接在那个售票的地方买。结果就一进门不能现场买票，所以说他跟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然后五秒内就到别了。真的是吗？